名次来吧。是，想问一下，就这次有跟这个杰森马耶兹合作，然后平常私底下跟这个 CM Blue 的阵容和交情也不错，可以分享一下跟他们俩合作会要私底下一些小故事给大家吗？好、哦，那跟阵容合也是因为他们演唱会上次来，来台湾办演唱会的时候，我有去看，然后我去认识他们，一起吃饭。跟 CM Blue 一起，然后跟众人会有在谈一些，哎，说诶要不要机会合作啊什么的，就是，他是一个啊、私底下蛮可爱的一个男生，我觉得就是男生说男生可爱是比较少，但是我觉得他真的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，其实他很认识我，然后开了微博，他就说很兴奋，像第一个加的是我，关注的是我，他想要赶快。回复，而且他是催的、哦，他是赶快回我。我说 app 我真的回我就回了，然后他我发的后面的每一封那个微博，他都按赞，他都是按赞，就是哇，他会按赞，很热情，很热情，很可爱，就是他的行为就很可爱。那你刚刚讲话都是用哪一国语言呢、啊？英文啊，用英文，他会英文一点点英文。哦 ，OK， 这个答案还不错。